想买什么？迄球？捆绑捆卖迷茫，你想买就乖乖啊，踮伫遮，免想要去倒位。即摆是咧讲啥？你这四十几年，先坐下啦！真正是无问题，你再起来，你不要养我，我今日不该带我心细细啊，我今日要叫真麻地啦！乖乖啊，踮伫遮，等我确认小安无代志了后，我自然会找人过来救伊。你别去倒，你是来救大小安？你干啥？你开门，你给我开门啦！你这个天降大礼，敢来对待我？你别去，出头的，你开门！你做你去讲吗？安尼你昨晚你无像夫人的代志，同款是会憋空，看啥物人较惊？你现在到底，我刚刚有见人对待我，今嘛无手是要安怎食？卖一直卡，一直卡先挂断好无？是啥？这着急！哎呦！喂？喂，你有听到我讲话无？喂，你啥啊？你打电话来，佮问我是啥？你是倒一个诈骗集团的啦？足无聊的你。喂，啊，你想听到我咧讲话无啦？我来遮衰啊！啊！喂喂喂 ，Hello， 啊，你头有听到你想妈妈甲我应一下？我告诉你，靠一个 A 狗的啦！原来是你的小宝，你才找骂呢！恁爸一拄到你哦，就衰啊！听到你的声，搁大声，你实在是，实在是，哎呀，搁吐的啦！啊！喂，奇怪呢，啊，大明明就敲会通，啊，现在怎么无声啦？张华丽。你真正有够莫名其妙的，打电话给我，佮问我是啥？我无接电话，就是我伫无闲，佮你直卡，害我手机啊烂掉哦。你
彭启明哦。啊，现在就好啊，阿弥陀佛，我总算找到人啊。啊，是讲我多靠你，你哪拢唔出声啦？你先创啥？恁爸伫咧变数，你创啥货？我甲你报告。甲你熟悉啊，真正是我的不孝。我讲想讲哦，是安怎我最近来这么衰？原来哦，是好你，好你带赛啦。我，啊，你今日咧放赛，你讲我带赛？哦，非得不管，即马重点是，重点我找你就是要又去又带又麻烦啊啦。又去安怎？又去吼，甲迄落，伊有可能去互吴小兰带走啊啦。你紧想办法救伊呐。啊，又去甲迄落，哪会互刘小兰带走？你讲啊清楚，啊我哪斗相共？哦，非得这一时嘛，我都讲会清楚啦。啊，无你紧来救我啦！我即马都互人关伫个。进前你有勇气用在那个仓库里面啦。喂喂，哎呀，这搜寻无好啦，听无声有，什么勇气用在仓库？啊，你讲较清楚的啊，怎样？装笑的，你讲装笑的，讲较清楚的啦，可以。你干嘛？喂，你收听到无啦？我的，偏偏伫这时阵电话阁无声听，哇，真着要，要急死啊！到底是要安怎才好啦？拄只刚丢乌林啊，还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搞伊什么地带？哎呀，没有几乎。咱即马是坐咧同一只船顶管，张武林有困难，我当然是要跳出来甲伊斗相共啊。拄则有听到啦，已经仓库又去捌带去过，即马加一人甲伊斗相共，有好无歹。好啦，你过来。算讲我无法度把门拍开，上无我嘛会当出一点仔声。我会记得尤其要甲我讲过，啊，这是彭启明馆的所在呢，无的确会有工作人员来巡巡看看呀。我早就听出来啊！查甫囝，莫巴肠这么矮啊！人拢在喊救命，搁面拗面朝，实在是。等你也知影张艳红就是曾月丽的时阵，我才看你的巴肠有多阔。武林，我来啊！我来救你啊！你给开门！啊！你目睭是安怎？那真甲袂输是互芳定着的共款啊！是莫管这啦，我刚才来救我，无真正唔知要变哪出去呢。啊！你是做啥物代志？啊，互人关伫个遮，一句，啊！你讲有去有危险，讲较清楚的啦。啊！着罗孝安呐，啊，煞唔知叫迄落去头阁查一下，甲罗孝安有关系的消息。有可能吼，就是张家良的迄个。木村健士，啊，你哪会做伙来？啊，无啦，我拄好伫咧病院的洗手间对着师傅，有听着讲张夫人拄着麻烦啊，我袂放心，我就主动讲要来斗相共。这个所在尤其带我来过啊，我足熟的啊，啊，加一人啊，斗相共嘛好。系啊。家在哦，有伊哦来斗相共，那无叫我一个人哦走来遮哦，我哦阁唔敢来咧。啊，你要找伊来嘛，先甲我讲一下，安尼才袂失礼啊。啊，干怎讲这嘛毋是咧话公差的代志。你啊，哎、欸，你
目睭疼哦，哈哈，一定呢，一定呢，真甲安尼哦，唔知是德是人哦，互人讲的，哈哈，人哦，拢是烟枪嘴啦，你哦烟枪嘛，你这无害到人呢，慢慢好休息，爬起来你讲话，你骨臭皮无买哦，即摆正是讨论爸爸的时阵，你到底要甲代志讲个清楚无？哪怕我家己去找罗家安，予你一个人哦，享受孤单老人的日子啊！这夫人较冷静，较冷静啦哈。那会当那位协调夫人啊？夫人你放心，我绝对袂放你一人伫遮，我一定叫你出去。多谢你呢。啊，听到尤其有危险，你到底有甲联络无啦？有啦，我有卡机啊，予伊啊，毋无接。我唔正哦，先走过遐家来求你。啊！你到底是哪做人的老爸啦？尤其是你的查某囝呢？好，我是着够后悔，是安怎替尤其找你这款嘞？丢呀毛！你嘛甲差不多的哦。我甲你讲，我是代念你对阮查某囝足关心的，所以我就先走来遮求你。我童其名，唔是遐凊彩，互人拍，互人骂人，知无？我是咧讲吼，尤其有这款老爸哦，直接算伊衰啦。啊，唔着好哥在阮后生老爸哦，是恁大兄，比你较有责任感嘛。啊，无我真正后悔死。看恁两个冤家，搭水果，恁敢若熟识足久啊？吼，我都无咧衰，敢熟识足久啊？你好阿妹啊，袂来去煞嘴啊？敢妈妈摕一个风扇来给你，吼，给你走去街仔路，敢若相骂？好阿妹。五四三啦！你到底是有敲电话问罗小安，讲尤其有伫遐无？我当然无敲。第一，我甲罗小安伫咧农会哦结冤仇，我是要来问伊。第二，我未摸清楚哦尤其的代志，我是要来开嘴。丁伟，我来敲。你敲，伊敢得乖乖甲你讲？啊！你要以什么身份来关心尤其啊？夫人讲也是，毕竟我两个已经离婚啦。电话给我啦。嗯？拢无一个当我去的，我甲你来问啦。电话。啊！电话，电话。啊！电话。阿丽啊，哦哦，怎样？伫倒？迄所在哦，我就熟个啦。伫底啊，紧讲啦！伫咧正前，我甲庄华你吊悬悬，然后互伊享受大怒神的快感。伊行到妈妈号，差点要上吊，佫跪来甲我求的迄个所在啦。所以庄华你捌互你停低过吼？哎，也佫讲，虽然讲伊是我的丈母啊，啊，不过歹代志做受济啊。啊！搁拖累着尤其，为着保全尤其，我只好带伊袂去。你应该真万福增华的吼。唉，其实啊，我嘛是想足久的。唉，增华，你这恶鬼哦，即马应该是伫咧十八层的地下咧受苦啊。即马唔知影行位倒一层。啊，应该搁咧头一层，拔舌地狱，底下龙流连。因为在世之前哦，讲受罪白差，西龙受罪是非啊，受着迄小鬼哦，用夹啊，把伊的嘴尖的夹好断断，然后大力甲扳掉，一定生不如死，对不对？一定死啊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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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搁念落去哦，你的下场会比迄曾月丽搁较惨啊？什么意思？我是讲，曾月丽拢用时间哦，骨头会拍骨啊，你搁这么怀念伊哦？